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球仪啊，你看，这个地方是美洲啊，美洲，这个北美洲，这个南美洲啊，这里有个缺口啊，这边有个缺口啊，这边有个缺口，这边是非洲啊，好像把这个非洲嵌进去就可以了，嵌到里面就可以了啊，我们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关系的啊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啊？我看天上好多飞碟在转啊，好多飞碟在转，好多飞碟在转啊！飞碟在哪里转呢？在那个轴心的地方在转啊，在这个地方在转啊，在轴心地方在转的这个转的地方就，就是那个地球就开始启动了。原来地球是不转的啊，最早的时候是地球是不转的啊，地球是不转的。哎，地球不转了，然后好多飞碟就让它地球转起来，转，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，越来越快，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，就这里就裂开了呀，这里就裂开了，就散开了呀，散开了呀啊，当然了，你那个加速的时候，按照他们预定的速度是一定加上去，就一速度一直加上去，一直加上去。你离开也好，不离开也好，是反正他的这个离开不离开不是他考虑的范围啊。但是那个旋转让那个地球转起来啊，转到那个速度啊，那个是他们要考虑的，是不是啊？就呱呱呱呱呱一直走，加速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不加速了，不加速以后就开始自己就开始匀速运动了啊。在匀速运动的时候啊，然后他们一看的时候，呀。就裂开了啊！就裂开了，就裂成这样了啊！原来裂成一片的就裂开了啊！原来裂成一片就裂开了啊！原来这个球是整体那个球啊！裂开了。我们知道那个发面粉的时候啊，发面粉的时候扒你扒一下子啊，在一起的时候你慢慢一扒的时候，有的地方会陷下去啊！这里裂开了啊！裂开以后下面就陷下去了啊！然后有的地方也陷下去了啊，这个地方也陷下去了啊，陷下去了。后来陷下去的地方就，陷下去的地方就成了海啊。裂开的地方，如果那裂开的地方没有往下沉的话啊，那么成了陆地啊。所以是，地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裂开的啊，裂开以后，从这里离心转转转转转转的时候就裂开了啊，裂开了，裂开以后啊，这里是他们之间裂开了。中间那一凹下去了，就到水下去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这里面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，它板块不板块的啊，就是本来就是个球体，就，转转转转转，随着速度的增加，就转的裂开了啊，裂开了，然后那个水灌进去的时候，把矮的地方啊，就灌的，陷下去了啊，那就这样形成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